是不是地名？I really like popping. 没事，我们可以聊天，聊天一样的说话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聊天就是这样子啊。不是，如果是你觉得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英文。Are you serious? Yes, because just only some words. Some words. Okay. 首先，我们觉得你觉得刚才自己的这个。我一直看着你旁边，哇哇哇！这另外，我就是你不要在那边一直哇哇哇，影响到我的海选，那到底要不要选他还是不要？小猪是搞笑王，很会搞气氛，他也非常热爱舞蹈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就很好玩。韩庚他对舞蹈也非常了解，那我觉得在 battle 这一块呢，一定会越来越厉害。天喜，我觉得他真的让我想到仔仔。因为他很安静，然后不太说话，很酷，然后但他跳的也非常棒，然后还蛮期待多认识他，因为我觉得他跳舞是非常厉害。在流星花园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酷，很比较少话，然后时不时的就倒立，然后不让眼泪流下来。没有，就突然，然后就眼泪流下来。对对对。